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七月十七公司台记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一个六月十三出世的查甫阿姨，伫嘉义中街三号护理之家无喘气送病急救，张桂玉家属质疑照顾疏失。别个参选总统的川普，媒体问伊敢会承诺捍卫台湾？你欢迎张国义哥，明年六月三十进前健保平均一票爱当换空调九五块。民间团体是正烦恼未来健保恐惊增加无必要的开销。来看有一对翁仔某指控讲，伊的太太顶个月十三才打生产，二是开始住伫嘉义中街的三号护理之家做未来哦。无想到讲囡仔因为照顾的琐事过身。因对监视器的画面发现，讲护理之家的人员帮阿英啊家己淋牛奶，家己伫边啊耍手机啊，四五十分钟才顺一解哦。面对这对翁仔某的指控，家己的中间是表示讲，原因应该了解，为着保护阿英的隐私，无方便说明病情。相片内底大手牵细手，爸爸妈妈甲拄啊出世的宝贝翕相，美好的画面即马煞变成伤心的回忆。家己这对翁仔某指控，顶个月十三，囡仔拄啊出世无偌久，因为缺氧带入去嘉禾病房，于是出院转入去嘉义中街三号护理之家，想袂到才过十天，七月初三暗时，囡仔就因为无气送病院，然后因为脑部严重受损，无法度阁清醒，家属只好伫十五拔管，互囡仔离开。监视器里面看到我们家弟弟，他是躺着，然后奶瓶是跪在他的那个婴儿床旁边让他喝奶，保姆也没有帮他拍嗝。可能有四五十分钟的时间，没有人去查看我们的小孩。如果早一点，是不是我弟弟就不会发生这个意外？妈妈一直哭，表示值班人员久久才巡一摆，囡仔换气未顺的时阵，才会无马上发现，造成悲剧发生。想到结婚七冬真无简单，透过试管才生出来的囡仔，就安尼离开，让翁仔某真歹接受，认为护理之家有照顾疏失。有一个保姆，她在照顾小朋友，她是抱着他，然后一手在滑手机。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缺失，而且他们其实很常集中在一个照顾台那边，小孩子就放着。虽然有去寻，但是我觉得那个爸爸妈妈，他们一定会想说，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一家月子中心？先生一直安慰太太，家属指控家己中间伫事故发生了，拢无主动关心，态度让人切心，无排除对病院提告。记者陈环武、柯正准家己报道。再来看国防部，咱应该提早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明仔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来讨论资金、人才等议题。行政院长赵英台今仔嘛先公布专家学者的名单，包括宏基集团的创办人徐正莹、高鸿海的董事长刘永伟、中央院士朱正义等人。另外，针对立法院决议讲要邀请赖总统来进行国情报告，依法来回应问题。赵英台是表示讲，伫大法官的暂时处分还未有结果，无适合安尼做。甲媒体握手致意，行政院长赵锦台十七甲媒体联谈，外界关心十八要召开经济发展委员会。赵锦台表示，会锁定创新经济、均衡贷款、包容成长三大目标，阁抢先公布相关专家学者名单。有前行政院副院长林信宜、宏基集团创办人徐进莹、鸿海董事长刘永伟等人，会邀请这些各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来参加，宏基的创办人 Acer 的施正荣董事长，还有一位是我们中研院的院士朱静一前副院长，还有鸿海董事长刘伟阳、刘阳伟刘董事长。杜英台强调，透过创新金融方式设计新的多元投资管道，让市民有更多的投资机会，也吸引海外资金来台湾，让台湾朝向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目标。在南北党团联手之下，立法院国际邀请总统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阁依法回应相关提问。杜英台表态，在暂时处分出来进行，并不适当。不可能要求总统在一个违宪的机制里面去做任何的总统的行为，没有时间，没有内容，没有行为准则，而且事先解释之前的暂时处分还没有决定之前，还是认为现在谈这个事情是不宜的。另外，立法院国际该处去中国禁团令，杜英台呼吁个人要去中国工作、旅游等，一定要谨慎细致，强调若个人去对方发生任何料想未到的行为，也是要行政院负责，不是立法院负责。记者综合报道。经济部预告 AI 产业的用电需求五档的成长八倍哦。核协董事长董祖贤进前是表示讲，去年是工具几啊千亿的设施停落来是有一点啊可惜。
今天他出席2024年的创新论坛，有欢迎成员抗议哦。伊嘛质疑讲，安尼学费了是要坑对嘞。来做宣讲一开始就注重伫减少碳卡车，开发真侪项净零转型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减碳。啊，毋过迎接 AI 的潮流。远传电信总经理景琦也承认，被投资食电量大 AI 机房，因为国内用电的不确定性，稳定的电要为倒以来是企业的一大挑战。算力即国力，但是算力是吃电力的，那所以那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对这个用电的这个不确定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险。国内电力问题常常引起企业和民众关心，政府虽然一直强调不欠电，但是经济部预估 AI 用电未来五年会成长八倍，不免又引起温忧。其实董事长董祖贤看好 AI 未来发展，之前也表示核能是工具，不是要全力去支持伊，或者是打倒伊的信仰。这言论另外要反核团体的抗议。因为现在还不知道有多少大型的厂商要到台湾来设那个运算中心，反而我倒认为另外一个比较明确的用电是比较容易估，也要积极的准备，就是什么呢？是交通工具的那个电气化，也就是 EV 或者大家习惯叫电动车。2和3是否安全？请您放低音量。我们的核废料要放哪里？还有，可不可以？台湾如果发核灾，它的损失成本多少？对用电问题，行政院长杜荣泰回应，提供安全稳定的供电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按望相关电厂应如期如期完成，核三厂延续，实际上无法度解决这三五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三重埔一个警察哦，和驾毒赛车的人弄死，汤机场昨暗嘛发生一件亲像驾毒赛车弄警察的事件。行警伫个临检违规停车，结果有一个驾驶哦，伊拒绝临检，佮赛车去弄警察车，警察是开13000，一个驾驶嘛是逃走。目前哦，犯案的车辆已经找到，警方嘛佮继续在抓人。警方去临检，这架危险的车随加速逃走。汤机场昨日暗时啊10:37。发生一件那像假毒赛车弄警察的事件，保安警察大队在第二航下查违规停车，这台工作的面入拒绝临检逃走，而且搁弄警察车和另外一架轿车。在航站北路盘查一名违规停放车辆之租赁车，车主摇下车窗，巡警随即闻到有浓厚的燃烧塑胶味，该车辆当场拒解并加强逃逸。这台弄警察的车，警方依法开13000给阻挡。不过因为这架面子赛真凶，昨暗逆向驶去国道了后逃走。警方考虑安全，无阁一直追。不过航警有随调监视器，也阁有查这架车的资讯。主要是现场，因为他冲撞我们民警，他拒检逃逸之后，那我们民警也开枪做一个拦截，那我们也尾随追出去。那因为他后来也逆向往国道方向。昨暗无警察或者是民众受伤，干那车有损害。巡逻车正边头前，佮另外一台民众的轿车，对面后边去有这只面子弄到，落尾手嫌犯伫咧准头交流道，佮车放咧做伊走。警方已经找到这只车，卖持续追捕这个嫌犯到案。警方卖每点钟加派八个特殊任务的警力，强化机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民众驾毒赛车弄死警察，毁掉一个家庭，造成危害。滥用毒品的问题是值得大家来重视哦。新北市三重埔的事件，民众用的毒品一般是叫做送死毒，本地是医疗手术的麻醉药品哦，是提来放伫电子烟。伫少年的族群哦，是真事件，目前阁算是管制药物，也毋过连味道列做第三级的毒品。未来接触这款毒品会有啥物效果？今日解剖新闻，咱就请车阿顺来为咱说分明。是主播，上礼拜这架毒赛车弄死警员的事件，唔但是警员得轻的安全，也佮有毒品的问题，拢引起社会关注。这个犯案的驾驶用的就是人讲的松狮毒，也就是咱国内用来手术做麻醉的用的乙托米酯。不过，有人是佮用来掺伫咧电子烟内底，放伫网络咧卖，讲亲像大麻共款，会当予人放轻松。也实际上，若是用这个松狮毒，规个人就会安尼戆神戆神，
无分附体，身躯阁会安尼会喘会抖，无法度正常行路，叮当，就好亲像僵尸，也是外国咧讲的丧尸共款。也因为伊托比基这款药物是会影响到咱人的中枢神经，乌白用恐惊是会致使呼吸衰竭，也阁有意识混乱等等，嘛会去影响到咱的脑部甲肾上腺素，引发这低血糖，也阁有低血压的问题，严重者是会昏迷、休克，也阁有死亡的。这款丧尸毒的问题，伫咧外国嘛是真严重，陆续有甲列做毒品啊。不过来看咱国内目前这伊托比治是伫咧五月初时阵有列做管制药物的，不过法务部是伫咧六月十三甲伊列做第三级的毒品。要唔过呢？这个经过预告甲公告，一挂听书都要等到十月，这才有法度正式来列做毒品管制。那是以即马来讲，制作也是输入依托笔记，就是依照药事法会当来改侦办，相当是罚十当的有期徒刑，也佮有一亿的罚金。因为上礼拜咱才有发生这食丧尸毒甲警员弄死的事件，搁再加上即马是热热的期间，惊少年人会去摸到这款新的毒品。经政署已经有启动七月甲八月专案，有针对着依托笔记，针对丧尸毒来加强查办。总讲一句，这食酒食毒拢唔好，咱得爱家己守护健康，好社会愈安全。今仔日的解判新闻就讲到这，稍后来将镜头交转去主播。感谢阿顺哦，咱继续来看大巨蛋目前哦，阁无法度办演唱会。艺人吴宗宪昨伫一场活动哦，就批评讲，市政府头壳有问题，官商斗空，害大巨蛋袂当开演唱会。今仔早起，台北市长张万安是表示讲哦，因当下克服各种的挑战，但完全完成消防安全的验证，市政府就开始来审议，望讲会当赶紧来回应市民的期待。台北市府推动拒绝婚害活动，市长张万安甲台北市拒绝结婚大赛台地馆做伙翕婚害防治宣导影片，共同传达婚影响的唔那是健康，对家庭甲人际互动等等嘛拢有真大影响。第一次跟台哥合作，然后共同拍宣导片，那我看到我的台词哦密密麻麻，我就花很多时间要赶快起。欸，我看到台哥的那一栏自由发挥，最主要是因为我记不住台词。并不是因为拿捏的刚好，既然您这么夸赞，不如我们一起去大巨蛋开演唱会好。大巨蛋当时才会当举办演唱会，受到大家的关注。艺人吴宗宪十六下晡受到邀请参加活动的时阵，讲到大巨蛋的议题，都来批评市政府头壳有问题，佮讲有官商勾结，害大巨蛋无法度办演唱会。全世界的巨蛋都能够开演唱会，唯独只有台北的大巨蛋不能开演唱会吼，这样子的事情真的就是官商勾结。宪哥不是质疑我了，我们客政在进行相关的消防安全验证，那远雄能够进行完以后，将资料送到市府，我们就会进行审议，依照我们的大型群聚活动管理自治条例，那符合相关规定，我们就可以来进行非体育赛事。台北市体育局表示，目前远雄正在进行消防安全等等备案验证的程序，等验证通过，程序完毕了后，未来若想要办演唱会，只要把安全验证相关的资料送到体育局，市府会按大型群聚活动安全管理组织条例，召开下局处会议审查，安全若无问题，就会当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两个月外前哦，在新北市的三重埔有一件祖孙三代的命案，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哦，涉嫌杀死丈母、太太、个囡仔。有死者的家属是出面指控讲，嫌犯犯案了后哦，阁继续无代志，问一挂甲保险相关的问题，甚至哦，想要透过精神的鉴定来脱罪。嫌犯的家人真的只爱狗吗？我们家的三条人命呢，就这样没了。到现在一通电话都没有。过一摆点婚影片，看到囡仔模样，想起做伙点点滴滴是真悲伤。讲到目屎流目屎滴，甲亲人天人永隔，按快到即马两个外月，真想起批评凶手拢无悔意，死者家属指控对象就是伊。有伤害过去的家人吗？捌普通部何警方带转去询问。
被抓的姓张的查甫人犯沙尘暴祖孙的三代命案，涉嫌杀害岳父、太太和囡仔四只家属控诉。嫌犯案发了后，唔呐有问过相关的保险理赔，倒入信用卡，阁假冒亲人回信息。我其实一直很不解，他到底为什么要做精神鉴定？我也害怕这个精神鉴定，其实讲白一点，应该要装，我也怕他会装，装了轻判，或是减轻刑责。记者家属批评嫌犯真搞怪，即马面临侦查，甚至阁想要用精神鉴定来闪避刑责。家属也表示，因为案发的地点还未做现场目击，厝内个即马拢也是案发的状况。国民法官法施行以后，为了避免说在起诉以后无法定罪，所以检察官通常会做一些完善的收证，所以包含这个精神鉴定的情况下，也是现在目前是常见的情况。到底精神鉴定是什么人主张申请的？为什么四家大所在过几啊个月都无进行犯罪现场目击？在结果进行，警方要来调查，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北区大兴街一对翁仔某，打对澳洲回来，煞吊在厝里的电梯内底两天哦，亲人拢联络未到人，昨暗是去厝里找人，听到讲有人在喊救命，赶紧来通报消防人员。加在这两个人哦，意识拢个正清楚，也唔过是有脱水的现象，嘛赶紧送病院急救。十波人被送去的救护车，那因太太意识要清楚，会当自己走路。这对翁仔某十四才拄位澳洲，倒来台南北区大兴街的徛家厝，不过亲人煞拢联络袂着因。十六暗时去厝内找人，才发现两个人拢吊伫咧电梯内底，赶紧通报消防人员来协助。然后患者主诉啊，因为礼拜天啊，他就下晚上就因为不明原因就被困在里面。然后到达今天应该是两天了啊，没有吃没有喝，他们就卡在三楼跟四楼中间，将人员救出，然后都意识清楚。总听到迄查甫咧喊，啊，不过你都无法度，我平日内底听到我就走出来，啊，走出来就无声，就无声啊。改到我昨暗去找我老母来，老爸老母来，啊，咧修，啊，卡，伊查甫答应，啊，卡知影。厝边讲有听到人咧喊救人，不过煞唔知影为倒位传出来的。啊，若吊伫电梯内底的原因是爱阁了解。事实上，一般公共场所的电梯拢有固定时间保养，万不易常常发生事故，会当透过电梯内底对外联络的无线电求助。不过，一般徛家厝内底的电梯无线电是无法度对外联络的。假使厝内若无人，就真难求助，所以有一挂民众会按室内电话。八年没有找我们保养啊，吸线啊，或者是它的电梯的一些控制盘、控制板可能有一些故障，因为这个我们比较没办法去推测的。客户在入住之前可以向中华电信来申请，那确定接通之后，当未来这边如果说当电梯里面有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业者表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电梯无保养，民众就爱定期维护。啊，那消防局嘛呼吁民众，若是吊伫电梯内底，就爱保持冷静，等待救援，透过无线电甲外界联络。另外，嘛会当家己按对外的电话，安尼拄到状况才会当赶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咯，台北市信义区一间幼儿园园长后生性侵害20外个囡仔，之前外界是质疑讲幼儿园甲相关的名拢无公布，因为针对哦《儿少权法》第69条，媒体是袂当公开会当辨识儿少身份的资讯。卫生福利部伫下晡嘛开记者会来说明因的立场，咱做回来了解。例外的情况之下哈，这个包括要增进儿童及少年福利。或维护公共的利益，那经行政机关邀集相关的机关审议，认为有报劳必要是不在此限的，所以监察院也正式引用了目前的这个法令的这个例外的规定来做这样子一个适度的揭露。媒体在报道上上开事件时，如何兼顾我们被害儿少隐私，避免对于儿少及其家庭产生二度伤害等等，目前儿少法正在进行修法阶段，那么本部也将邀请这个通传会、媒体公会等代表针对媒体报道该类事件应遵循的原则来进行广泛讨论。卫生福利部表示，讲目前以校法的规定，无明确列出讲主管机关哦是啥物部会，对于啥物款的资讯会当公布嘛，还无清楚。所来找媒体、NCC 等单位做会来讨论修法的方向。针对目前哦媒体报道到底讲通公告外详细的资料，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伊卖开始来讨论。
再来看立法院长表决通过，要求卫生福利部应该要进行健保的改革。每年六月三十进前哦，爱和健保平均一点会当换空点九五块。也唔过民间团体是真烦恼讲这款的决议，因为有做才有钱哦，会造成无必要的开刀，佮无必要的检查会增加。进修一概观察的体馆健保点大基地，经过几啊班协商，林焕英调查党团找到总算达成共识，在无修法前提之下，通过主决议，在每年六月三十进前要达成平均点大一点九到五的目标。也不过平安团体烦恼，主决议内容无任何管制措施，恐惊会造成健保财务崩盘。本来呢，所有的违规事件呢，如果是涉及到违反刑法的部分呢，会移送到检调单位来做调查的。但是呢，也是呢把它取消掉的。现在是10万元以下的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呢，是不移送给检调单位，这是非常非常离谱的事情。另外，民间团体也积极，今嘛轮流继续的支付制度之下，依该有做到有钱，保障点达了后，依该恐惊会继续行牛。开无必要刀，做无必要检查，也无诱因到偏乡地区去执业，搁较无法度鼓励医师用时间对病人做维教，将病人照顾好，减少无必要的检验。如果你有保障点子，又没有管理这一些冲量啊，或者是医疗过度使用情况底下，你可能会去恶化跟加速医疗配置、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跟不正义嘛。针对于这个医院的盈余哈，应该要用在提升我们医护的薪资。民安团体呼吁卫福部应该开放健保违规查核小组，也应该取消10万以下违法无以上检调侦办的措施，让违法者受到法律制裁。另外，也要增加费率调整外的财源，重新检讨各项给付，各地医疗法强制医疗院所若有剩的经费，要优先改善医事人员的薪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云林的关帝古迹，位于岛内的前一时是一间真古早的菜堂哦。庙建筑外壁各庙红啊吼，拢真精彩。也毋过伫2019年公告做关帝古迹了后，修复工作拢无进度。文化部伫去年七月嘛已经核定1亿650万的经费，即嘛嘛总算开工咯。岛内是上古早的寺庙前一时，等俗称岛内菜堂，是中部地区罕看传统在搞建筑。2019年使用原木被拆除重建，但在地方文史人士的抢救下保留。文管府2019年公告为关帝古迹，经过10万年的努力，总算争取到将伊的经费开工修复。整个修复工程不只是中央的9056万，还有云林县政府的1225万，还有我们曾医师董事长这边也筹备了将近有300多万。那三方各就是共同来努力，终于我们要来做一个开工的仪式。文管处表示，岛内前一时建成龙华教、先天教两派在教融合历史发展，再加上寺庙保留侪位无同时期的艺术彩绘、剪黏和泥塑等传统艺术，每一部分的修复拢需要遵守规范，一个规个工期要到2027年8月份才会当完工。在云林再有钱的寺庙，你没有看那么精彩的透雕，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特色。修复完成之后啊，一定会发挥最大的那个古迹的价值，推动这个文化。大拉前一时表示，前一时位在大拉市的核心地区，建成大拉变迁，未来希望结合地方居民活动，推广在教的文化历史，成为民众日常使用场所，提供公共使用性，各创地方的共同记忆，去将用有尼不多。来看校园安全检查的新制度，今年二月实施哦，规定讲抄册包完结甲留程。教育部最近嘛整理23项的问题，来说明讲，那学校拄着学生拒绝检查，应该要安怎来处理哦？必要的时，适当请警方来处理。兼顾校安甲学生的温书，教育部今年二月公布校安检查操作手册，照例抽查或者是紧急检查流程，阁有特定学生的界定，拢有明确规范。实行这学期落来，这状况是安怎嘞？就依照法令的规定来进行这个必要的一些检核，也是防范自己的孩子有一些伤害别人的行为。另外来讲，保护其他善良的一些学生，大家都会非常支持。教育部表示，有一挂学校认为流程会当搁较简单嘞，无学校反映讲这规定实在太过严格啊。比如讲，校园安检的时阵，更加是袂当用私人的手机啊来录影。我们考虑到的是那个治安的问题，因为你的手机，你不晓得，你随时会什么都做。
使用，会不会被别人害之类的。为了避免资安红头体，或者是无设置漏出去，要是爱使用学校提供的公务用录影器材。另外，若准有学生拒绝检查，或者是唔配合实施安检的时阵，要安怎来应用？某学校是提出疑虑。先做沟通，再沟通。如果沟通的结果，家长那个孩子还是很坚持，就是不愿意你检查，基本上我们也不赞成学校直接就动手。下一步的动作应该就是联络家长。学校会当先联络家长，真正无办法的，会当找管区的警察支援。教育部有整理23个问答，提供给学校参考。教育部嘛承认，校安检查性质，还阁需要更卡侪学期，让学校操作起来会当更卡熟手。记者林晓辉、沈志明、纪兰报道。再来看台湾教师联盟哦，十冬来拢会伫休热、休寒期间办老师的宴席营，利用文化语言这课程哦，来增加老师对台湾教育主体性的了解。盲讲老师平常时上课的时，麦当来增加学生囡仔对台湾本土主体性的认识。也有可能说，你画的写生凸显了环保问题，要画就垃圾，可是都不是我要就是了。专注大自然环境的画家张东科，用家己做做实物画作上课。大卡侪大部分拢是国校啊、国中、高中的老师。张东科帮透过这挂画作，让大家更加主动去发掘台湾大自然的水。因为咱也进花，拢会去花市找一个水水的物件、水水的花。啊，不过你对于家己身躯边常常，比如讲爬山经过，你拢无啥去。特别注意，其实因拢安安静静伫遐边啊，其实因嘛有些成长的声音啊。这个课程是台湾教师联盟主办，以台湾教育主体性为主题，伫休热期间办予老师参加的宴席名。因认为现行课纲台湾本土领域内容不够，透过台湾艺术、历史、文学这块领域的课程，要增加老师对台湾教育主体性的了解，等去学校通应用伫课程内底。台湾的教育是需要慢慢啊、慢慢啊的耕耘，是要需要慢慢啊、慢慢的深化。我希望讲用上主人的方法，和老师来带囡仔，让囡仔知影讲，让咱的后一辈、后一辈知影讲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语言可以更加清楚。台湾教师联盟表示，因在休热、休寒期间，拢会举办和老师参加的营队，已经办十年左右。除了提供老师深化台湾教育主体性认知的课程，因也希望教育部会当鼓励学校参民间团体合作，举办演讲这挂活动，增加学生囡仔接触多元议题，增加多面向的思考角度。记者郭明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泰国发生五星级的酒店一件真奇怪的死亡案件，有三个查甫、三个查某、六个人死亡哦。现场是无小牌分裂，也毋是抢劫，也毋过哦，房间内底饮料有染着有奇怪的成分，所以死者有可能是被偷袭。因为是七人订房哦，目前阁有一个人失踪，案件嘛阁在追查。即个死者被发现的时阵吐白泡，这是一个警官私下透露。当局为安排现场初步调查，认为可能遭到毒杀。没关系，别带我这个他们跟，都搁在坑内，这没有活被酸多有，或者靠的这个坑内呢，他们在坑内，喝尽หมด ทุก แก้ว，但我没เสพ เหมือนเสพ อะไร อย่าง ๆ ตก ค้าง อยู่ ก้น ถ้วย。泰国首都曼谷爱卢湾军法饭店发生离奇死亡案件，过来房客报照十五退房时间退房，房务人员开门时阵发现尸体报警。警方表示死亡时间超过24点钟，调查发现死者内底干了一个人身躯有空隙，可能是跌倒。有两人死者好亲像要向门卡口刷叮当刷白虎，甲客房服务店的饮料内底发现可疑物质甲死者 DNA， 已经内底有第一零用饮料甲旁边拢用开放式容器。有七个人订房，干了五个人在单，还有一个人下落不明。死者当中，一个人甲饭店柜台登记的身份无符合。บุคคลที่7ไม่มี。ถามว่าอะไรคือมูลเหตุจูงใจในครั้งนี้？这死者其中两人是美国公民身份，总理塞塔到现场了解情形。美国公民犯人米勒表示，已经接到相关通报，有关美国公民在海外死亡，驻泰官员有责任将案情告判定死刑，双方保持密切联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明加拉最近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大学生不满讲政府明明知影讲少年人真歹找头路，佮开学加公务人员的欠业三成，要来予1971年独立战争的军人交代。这个抗议造成真严重的冲突哦，已经至少造成6个人死亡，几啊百人受伤了。政府宣布讲全国的大学即马先停课。真侪反共研机构工作会议是为学生，做着支持政府的集兵党学生团体甲警方对赶，全副武装警方阁发射催泪弹、塑胶枪支，和示威场地亲像战场共款。这场抗议的原因是孟加拉政府将高达30%的公营机构的头颅保留予1971年独立战争士兵的囡仔，佮加上女性、新疆族群、原民佮偏向居民，留予一般找头颅的人工作只剩44%。以孟加拉私人企业的就业率袂顶袂当，比较之下提供各种福利佮定期加薪的国营事业体更加吸引少年人。按过释出的工作是真少，平均每年40万毕业生抢3000个工作机会，年轻世代是真艰苦。所以，Bangladesh的目前的情况，如果我们看，Bangladesh现在没有人在找工作，所以，Bangladesh already有一些福利，所以我们认为，Bangladesh的福利是有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工作，我们的工作会影响。全国各地参加反工作会议的示威学生超过10万人，因封锁主要道路和铁路站，发声政府措施不公不义，指控执政党总理哈辛纳在艺术上15半暝在最高学府打卡大厦双方爆发严重冲突，加上武装警力介入和现场传出死伤的灾情，反配合团体指控执政党暗中下令学生组织用暴力攻击，遭到学生领袖的反驳。我们说，学生的目的是学生的答辩要有权利，কে আমরা সবাই ছিলাম কিন্তু তাদের এই আবেগকে কেউ কেউ তাদের রাজনৈতিক হাতিয়ার হিসেবে ব্যবহার করছে这是年初人员成功的总理哈辛纳上任了后第一摆面临的大规模示威，目前无让步的现象。政府下令高中甲大学校园无限期关起来，各动员边境的防卫部队进驻各大都市维持秩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再来看地中海的德国塞浦路斯，为着要抢救鳝鹅，最近哦开始一个叫做“鳝鸿计划”的防疫试验，透过浮动的仔鸭场，先伫浅水区饲鳝鹅。另外，纽西兰哦这个月初伫海边啊发现一只真罕见的海鸥，已经死亡。这款海鸥哦目前只有样本的记录，过去毋捌看过活的。在塞浦路斯东南海岸格雷克礁澄清的水域，为了呼吸酸鹅群落，海洋生物学家正在进行一项开创性的试验工作。在研究站内架设5公尺深的浮动救生艇，将收集来的酸鹅碎片、酸鹅礁安置在这。Before we transfer the corals from here to the floating nurseries, we will break them into smaller fragments if needed, unless they are already in a proper state.And we will glue them on special pins with a special glue, non-toxic, so that they are ready to be attached on a special net in a frame on the floating nursery. 专家表示，先让双鹅暂时避开海岸的岩礁地层，气候气大也会当避免一挂压力，像以双鹅为主食的双鹅塘，也避免观光业所带来影响。目前会继续每1到2个月监控双鹅状况，一年了后，那水质真好，阁刷转去天然双鹅大象。这个月初时，纽西兰南岛奥塔哥省南部海堡发现一只真罕见的浅水中灰鲸的尸体，身长5公尺，科学家也是头一摆有机会解剖浅水中灰鲸。这两类专家鉴定，伊是讲的浅水鲸是近代上少人知的大型这两类的动物之一，自1800年以来。全世界只有6个样本记录，唔捌有人看过伊个活体。保育部门已经展开 DNA 鉴定，产水晶的数量是成生化地对科学家来讲拢是谜团，也利用即摆单只的机会展开科学研究。公司新闻吴林编译。再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咯，新竹地检署今仔甲新竹县长杨文科再来计将12个人起诉，原因是去年4月27日，防疫建设建岸边啊发生涂卡破一空，规台轿车落落去，检方查出讲防疫建设总经理有私底下拜托县长杨文科来协助因恢复工程哦，佮提供杨文科竞选总部的土地佮政治现金。检察官认为被告杨文科等公务员。长期受国家栽培，受民众附托担任县长、处长等要职，
明知天坑一滩再滩，并未找出发生的原因，仍罔顾良知，令由刘姓被告本人长期担任本案建商负责人、管理高层，昧于良心偷工减料，天坑坍塌后还不思根本解决问题，心存侥幸，攀附其与县长的关系，违法复工，官商勾结。新竹地检署查出防疫建设因为偷工减料造成土卡破空哦，对2022年开始，总共嘛造成8起意外，严重危害到民众的安全。所以新竹县县政府哦，在2022年到2023年，就发出3起的停工的命令。也唔过，检方嘛查出讲，建设公司的头家私底下有拜托新竹县长杨文科，让因恢复工程哦，佮提供杨文科竞选总部的土地佮政治现金。检方伊嘛依家。杨文科等12人起诉，请求法院判重刑、判重刑哦，嘛不收2亿5000万的犯罪所得。再来看台中捷运公司，阁有捷运的警察局，针对150个政务人员加保全，加强因第一时间的观察，嘛训练讲因安怎来使用防暴的工具，那么做伙来了解。学员听教官指令，演练这阿姐进前的动作要安怎做，然后再练习防暴的架势要安怎使用。因拢是台中捷运公司的站务人员，因对教官进行防暴的相关演练。台中捷运5月发生夜盗攻击的事件了后，捷运警察进驻列车啊车头，6月16日开始改由保全对车守护。台中捷運甲捷運警察隊對這個月開始分5天上訓練課程，正確的使用方式，怎麼出力，怎麼去做一個防處的動作，然後還要透過一些概念的傳承，就是類似空間的使用，要與歹徒保持適當的安全距離。警方表示，訓練不只是要保護自己的安全，也要有適當的距離做安全暗號。台中捷運也表示，因為捷運保全和站務人員就是安全的第一線，除了要有敏感的觀察力，防範意外擴大是最重要的。我們人就在現場，必須要有一個第一時間的一個應對，因為通報警察，雖然他們也是很立即會趕赴現場，可是中間從通報到抵達，畢竟還是會有一個短暫的一個時間差，比較不會傷到民眾，也不會傷到他自己。台中捷運表示，若是有危害行車安全，也是系統運行的疑慮，除了會通報警方，第一線的站務人員也可以透過機靈，也是使用防暴的架勢壓制嫌疑人，確保站內乘客人身安全。記者綜合報導。再来看宜兰县公办民营的实验教育学校人文国中小，今年委办的合约阁还未通过，县政府是承诺讲会继续来办理，让学生会当维持原本的学习的形态。也毋过教育部是要求讲人文学校应该爱回归一般的公立学校哦，敢会当继续以实验学校来办理是阁有争议。宜兰头城人文国中小今年委托办理私人经营合约，审议无通过。官府依法要在8月7日接手管理，为了符合家长的诉求，以学生的受教权，官府答应接手了后，会让学生维持原地学习的形态，所产生争议。回归县府，就再也没有一个对口的，一个委托的，人了。那这时候他的所有的校务运作应该回归到一般的公立学校底下，然后不适合继续享有违办私人条例的一些实验教育的特许的事项。宜兰县教师职业工会指出，教育部发函，人文国中小经过县府接管了后，性质应该回归一般的公立学校，所有校务的运作都不再采用委托办理私人条例，实验教育特许的事项，若无就等于有行政特权。先像原底四学期的制度，都应该回归两学期的制度，才有符合国民教育法的规定。不要影响学生的那个受教学影响的。就是太就是变动太大，造成学生太大影响。是，所以目前在接续期间的一个办学的状态，就是还是会维持原本的状态。不过，人文的家长认为讲，学生现有学习的形态，若未当维持变动伤大，会严重影响受教权。关乎未来，若因为法规有任何变动，应该另早跟家长沟通。另外，国教组还是另外的重点，就是。针对学校的一些制度、学习面的部分，希望由这个临时教务管理委员会跟县府要与学校校内
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官府表示，根据教育部发函，热门高中小的性质虽然是一般的公立学校，不过嘛，讲到针对学校的制度，应该要由临时校务管理委员会，还有官府甲家长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以及学生的受教权是上个主要的考虑，才偷偷来做调整。未来官府会以函式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看高雄大寮的大发工业区哦，昨下晡一直拢有黄色烟，个正歹片。环保局去稽查，发现讲是一间废弃物的公司排放的利用化氮，人若输掉会有过敏的反应。环保局嘛已经开罚单了。对影片看到，黄色烟一直为工业区窜出来，四界摊开。昨下晡有民众经过大寮的大发工业区，看到这款现象，甲翕起来。当地者居民讲，黄色烟是一直窜，味阁真歹闻，嘛有别只的头家会烦恼，实在敢会受影响，因为唔知影这是虾米气体，惊讲有毒。黑烟，哦，啊，真大，啊，伊个吼，敢那有一些，有一些怪味。反应槽内因加入不同产源之废液，引发硝酸剧烈反应，致产生黄色二氧化氮气体溢散，违反空污法32条规定。环保局随到场稽查，发现是一间处理废弃物公司反应者出现异常反应，才产生黄色烟甲臭味，而且排放14分钟，加在是无人受伤，这嘛予议员批评。最近高雄连续发生公安的事故，7月初才发生林园化工公司4名员工被烫到异瓜。根据劳工局的统计，去年高雄就有29位的劳工因为公安异瓜死亡。更别说呢，林园工业区的中油常常换楼，让林园的民众怨声载道。所以还是希望高雄市政府拿出金刚的手段，好好的呢来面对这些公安议题哦。环保局表示讲，大寮这间环保公司是头一次发生，唔拿违反空污法，业者嘛无防止废气的气体流出来，会依照废清法罚6万到1000万。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巴黎奥运7月2日开幕，比较8月11日，台湾代表队计共有60个选手参加。这届公司甲华视有转播权，民众哦会当透过电视无时差，做回为咱的国手来加油。公共集团公司甲华视宣告讲，2024年的巴黎奥运哦，公司甲华视会无时差来转播比赛。这届咱台湾计共有60个选手来参加比赛，其中有23个选手哦，因是头一届参加奥运。另外，台湾 Plus 也有派人去采访文化奥运，精彩的表演节目和比赛都在公司跟华视，邀请大家做伙来为咱台湾的国手来加油。再来看，有高血压的民众是不少哦。卫生福利部提醒民众，有爱吃降血压药的民众，千万都唔通定定吃红卡、燕麦，佮有葡萄柚哦。这对一般人来讲哦，佮算是健康的食物，也唔过对高血压用药的族群哦，等等会有副作用。吃头路人，有人上班坐几天，加上上班压力真大，真侪人下班就想要吃一顿青草的来享受一下。生活形态会改变，吃美食啊，佮无运动，年岁衰咧增加。有医生表示讲，现代人血油高，胆固醇超过标准，有少年化的趋势。所以年轻族群其实特别哦，不要尝试着平视着自己年轻哦。其实，在抽烟、还有胆固醇、还有现在的生活环境之下哦，其实都会。有心血管疾病不一定要等到很老了才会有。根据统计，台湾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个人有高血压的病症。卫福部提醒民众，若有胆固醇过高的问题，就要吃降血压的药啊来控制。不过要安怎吃，嘛是一个真重要的问题。亲像市面上常看到迄4种降血压的药啊，拢会有头痛、鼻结、胃痛等等的副作用。有人会透过健康的食物，亲像红卡、燕麦来改善药啊副作用。食药署嘛建议，要吃之前爱先问过医生。那葡萄柚因为它会抑制整个斯达丁类药品的代谢，进而呢它会提升这个斯达丁类药品在血中的浓度，也就可能会增加它产生副作用的一个风险。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去做反应，然后跟你的医生来咨询是不是可以使用红曲这一类的食品。这边如果是燕麦的部分的话，就建议区隔分开来吃。心血管病症一定先做个人的第二大死因。医生表示，若要预防慢性病发生，就要健康食食，配上规律的运动。也若当你食降血压药啊治疗的民众，医生嘛交代，千万唔通家己做医生，家己停药啊，爱长期治疗对身体较有帮助。记者陈阿双、张俊佑台北报道。
林业署去年在台中市的北新山发现一只百步蛇在野外生卵，也按摄影机24点钟来记录。最近公布影像，咱做伙来看卖。蛇母几点冷卵的一个月后，四只蛇出世，对蛇手射出来，这是全世界第一支百步蛇野外孵卵到蛇孵出来的影像。林业署去年在台中市北新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到红外线自动相机、摄影机和夜视镜这些器材，近两个月记录20粒蛇卵，拢总捕捉四只蛇过程。从来没有人在野外有一个完整的记录，我们这次收集到的这个记录呢，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笔百步蛇野外孵卵、孵化，一直到幼蛇离穴的这个过程的记录。林业署表示，讲百步蛇是台湾原生的虎爪科蛇类，是珍贵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分布伫咧海拔1000公尺以下森林，是真罕见。而且蛇功能拢伫咧叶条的所在，过去干那伫咧林位的拥挤环境有通做记录。专家讲，影片当中发现幼蛇对蛇手射出来了后，并无对真远的所在去，是先觅伫咧附近的石头旁、树仔丛，才去到四边的森林环境当中活动。而且活动是以透早甲暗头相接看，这个影片正做全球幼蛇对中研究的重大突破。幼蛇死亡率其实很高，那幼蛇如何去活下来，如何在野外存活，它会怎么样的移动，其实也会牵扯到我们如何去在这个保育类的物种上要怎么去经营管理，或是要如何去维系合适的栖地。这大概就是追踪幼蛇能够提供我们的讯息里面告诉我们未来比较重要的一些点。专家认为，讲追踪幼蛇的迁徙，当提供保育类物种存活，维持生态地这重大线索。林业署强调讲，林务的拥挤环境进而维持蛇能孵化的温度和湿度，就要把卵刷去上网，所以无法度观察到蛇卵孵化尾期、蛇母个人的行为。这边的记录拄好保存登记以来百步蛇生态资料，珍贵非常。记者台中报道。来看的这些台湾人哦，因在2019年成立这些台湾协会，办中文学校文化活动。最近我们打算要开台语课，办台语相关的活动，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的这些台湾人，因想要传承台语有遇到什么困难。在捷克的 Prague 家有一个主要由台湾人所成立的捷克台湾协会，为着要让台湾人在这里可以互相照顾、互相交流，所以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这个捷克台湾协会。那现在他们在这个地方有哪办各种的文化活动，甚至也有办一个 Prague 的正体中文学校，来看看。比如说他们会学什么去彰化海边玩啊，然后我觉得超好的，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在协会的中文学校者有侪侪讲课书，推动学校成立的会长齐鹏鼎，伊表示囡仔拢真介意和台湾自然、人文环境有关的内容。那阵我带囡仔登台湾亲身体会到的是，因就会对台湾感觉愈亲近。伊讲当初是为着要让伊的囡仔有中文的学习环境，才来成立非营利学校，嘛参考真侪其他国家的教校的经营模式。学习是需要同侪的，这样子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他知道有一个人跟他一样需要写中文作业，或者是有一个人跟他一样有妈妈或是爸爸是来自台湾的人，所以他会也会有一个归属感，他不会觉得那么孤独。学校有针对囡仔甲大人开中文课，也会办读书会，邀请不同专家来演讲，佮会办一挂文化性的活动。齐鹏鼎希望用这个社会产物，予捷克的民众愈了解台湾，嘛算作是台湾人伫捷克的国民外交。需求或是询问说，哦，你们有没有活动？有没有关于台湾的文化工作坊可以参加？所以我们时常会为了我们的捷克朋友们，举办一些可以亲近台湾文化的活动。时间久来，来学中文的台湾囡仔和捷克人拢有增加，嘛有招中文共学团的家长，豆豆啊嘛开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人在问讲，敢会当开台语课？协会成员表示讲，要伫捷克找到教台语的老师，也是要招共学团，拢有真大的困难。因为我们从小会跟阿公阿妈讲台语，所以我其实也还蛮想要把台语加进，就是说他的生活里面。那目前因为他还就是2岁，所以还在考虑说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接触台语。
协会成员嘛指出，有当时啊是家己台语无解认同，唔那是师资硬吹。另外，目前大部分的台语教材绘本等等，拢是针对台湾人设计，适合因囡仔读的，也是适合外国人的，也无解吹。伊嘛唔望未来会当有愈侪正的教学资源，让因伫咧即刻买当为囡仔创造台语环境。记者卢尚珠、柯炳哲即刻报道。因为日票变薄，日本最近的外国游客是真多，唔呐，四界龙塔车、餐厅、各旅馆嘛拢真排订哦，或在地面上是真不满。北海道的观光业就表示讲，因按算秋天开始，物件会有两种介绍，在地人有优待，外国游客会较贵。今年三月去日本的外国旅客超过300万人，创下新纪录。根据日本媒体台北新闻报道，今麦北海道嘛因为入境的旅客多，当地大小等等旅游的费用大起。北海道观光机构主席小金德健司建议观光业采两种介绍的系统，比如把介绍提悬3%，也让在地人客会当拍高折。对于很多观光客来说，他们本来来这边就是现在汇率那么便宜，本来就买得很开心嘛。可是他们我们当地可能会。在这方面还是希望保护，说不要因为这样大家就觉得这个地方那么多人，大家就不想去了。在北海道的台湾部落客观察，最近确实有侪侪外国游客来行搭，要去景点请载塞车，餐厅陆续嘛真恶定。用两种介绍了后，因为机票的汇率也是低，外国游客来佚佗的意愿应该没有影响。东南亚的客人很多，居酒一般是需要点酒，那他也不太点酒，他可是他一坐坐很久，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接客人的这个量。了解分析。因应这些观光客去日本了后，日本当局已经有餐厅制定两种介绍。关西边口关也在评估，景点敢是要采用两种介绍的模式。不过对民众去日本，若是团体旅游，因为业者有登记配合的餐厅和大小，团费可能未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今天明天两天哦，各地也是很热的天气，大台北和中南部地区有可能会到37度以上哦。过到桃园以北、嘉义以南，还有各地山区会落雷公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地山区有可能会落大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高32度。中部地区上低31度，上高36度。南部地区上低32度，上高37度。东部地区上低31度，上高34度。华东地区上低31度，上高36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观众朋友收看的公司台语台的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播3点，咱再会。